是。你刚刚说你看到一个疑似凶嫌的人骑车逃逸，对，那你有没有看到车手的特征？因为这里很暗，所以什么车牌什么的都没看到。所以你平常都会走这条路？对啊，我平常都走这条路回家。那个是你的车吗？对啊。方便检查一下吗？为什么？我是嫌犯吗？地形性确认而已，别紧张。来了，不好意思啊。OK， 差不多，你可以离开了。那你有碰现场的四驱车子吗？有。先生，先生。